有人喜欢阅读，而其他人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体育运动。在这里，while 的意思是 but 的意思。这里有个转折，请看例句：Tom is very outgoing and confident, while Kirk is very shy and quiet。中文意思是汤姆的性格外向，非常自信，而克克呢，比较文静，比较害羞。在第二段课文里头，我们在讲自己的爱好，这里头有一个固定搭配，比如说敞开自己的心灵，在英文里面可以说成是 open your heart，也可以说是 open your mind。请看例句：教我如何用心去爱，帮我打开心门。英文可以说是 teaching me to love with heart, helping me open my mind。第三段的课文里头谈到了他的父亲兴趣广泛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棋迷兴之所至，走到街头，走在路边，在公园里头下棋。在这段话里面有三个词我们需要特别关注，第一个词是 originate，它的动词是 originate，但是形容词是 original，还有一个名词是 orange。这里头我们请看例句。小而美，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？英文的句子是 "Who originated the saying 'small is beautiful'"。第二个词是 "competition" 这个词。competition 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意思是竞争的意思，当某人为了赢得某些东西，或者是为了成功，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的时候，请看例句。求职的竞争非常激烈，英文是 "Competition for jobs is intense"。Competition 的另外一层意思是竞赛、比赛的意思。请看例句：游泳比赛 "a swimming competition"，国际象棋比赛 "a chess competition"。好，这段话里边第三个词要学的是 "leisure"，"leisure" 可以是空闲、休闲的意思。请看例句。休闲活动 （leisure activity）。例句里头，大多数人只有有限的空闲时间。它的英文是 "Most people only have a limited amount of leisure time"。好，第二个例句，这个城镇缺少游泳池等休闲设施。英文是 "The town lacks leisure facilities such as a swimming pool"。显然，在第三段话中，这位妈妈是非常爱做饭的妈妈。生活中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妈妈呢？好，在第四段里头，我们要学两个和做饭有关的词汇。第一个词是 ingredient，它是指食品的成分或者是原料。好，我们来请看例句。可口可乐的确切成分是商业机密，The exact ingredients of Coca-Cola are a trade secret。这一段里头的第二个词汇是 seasoning，它的中文意思是调味品。请看例句：尝一口汤，调好佐料，再加些盐和胡椒粉。英文是 Taste the soup and adjust the seasoning, adding some salt and pepper。在第五段里头，我们学这样一个词汇：custom。custom 当复数形式讲的时候，是表示习俗、传统。好，我们请看例句。古老的习俗 （ancient custom），当地的习俗 （a local custom）。